肥肥花了八次按买了十次的生意，太会持家了不是，第一个是两个变签收的事。今天分享的都是透明的，厚度我觉得行，浅浅收了一下变签，给他们一个家，小的可以放常用的分装。第二个买了点方形的小收纳盒，均价一块的小盒子，透得很，放点贴纸照片啥的应该很不差。进去吧，哎嘿，分类收纳井井有条的中国女孩就是我啊，哈哈，带来两个大滴玩玩，关键词就是能装。大点的人物贴纸横着可以放下，小点的竖着可以放很多很多耶，购买力真的越来越 max 呜，两个可以叠加，最后拆个最大的炒鸡透的三格收纳，颜值是我的菜，可以安置我新买的铺盘，美美的挂件也放进去，就是说一下子又美到了我的心巴上，欢迎入住，有盖子就可以防止灰尘入侵。这个双层收纳也是他们家的，认准大号33.5R你就可以拥有，抽屉可以整个脱离，亚克力的真的真的很耐用，下面一层放点用不完的内衣，哦，还有我的卡套，上面一层留给兜里美女，还有也在路上，期待住了，不久的将来肯定就是一期桌面大改造啊，哈哈，拜拜了。